于十三，你当真不记得我是谁了？你假扮我去金沙楼。哟，那我不是变成堂主了？说定了啊，我办事你放心。就这样你能放心吗？谁在找我呀？六道堂宁某今日得见金帮主，不甚荣幸。你姓宁？我当然姓宁。愣着做什么呀？唱起来，舞起来。既然酒也喝了，舞也跳了，帮主有没有兴趣聊聊正事？你说。宁某想知道。宁某，这一晚上我都听烦了。于十三，你当真不记得我是谁了？媚娘，那日江口一别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我每天都忘不了。错了，你不单第二天就跑了，还把我忘得干干净净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快点。